好来了，可以回去。那什么声音？你们都上船了吗？我要拉了。拉哎、欸，你死掉就不能去了啦，门票啦。白痴，小哥不要死啊！白痴哦。那你就不要推哦，不做，不做，我没有推啊，不做，去死，他妈才去死！不行，我觉得我刚刚那段好想剪秀的，在边打电脑边听凯基跟小光讲话，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出破？他们都没有要理你耶，他们都没有怎么讲话。你说我干我这么久要演多久？你怎么干怎么演那么久？那么怎么？我在想我是不是、欸、小光？你在开的，你记得吗？然后没有人说我，我在等他们说啊，你干嘛不讲话、啊？然后之类的。我想说我已经还是我表情那个实况也要演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就因为太熟，我们早知道你在干嘛了。因为那我觉得这个，如果真的是有不熟的一些新人，他们可能真的在那种实况上初学者，可能真的会就想要故意找对故意表现在。如果是真的，像我们这种已经实况这么久的人，你就算真的今天有心，也是实况结束后去讲话，不会用在这种、啊。不会的，故意在前面请了场啊，没关系，不要看了、啊，不要啊，不要找啊。不可能，然後你这个我真的觉得你的个性来说，不可能会那样搞。你这个当下有情，你这现在是这情绪的、啊，你是真的很吵，不是？你知道你刚刚吵，你讲话 OK， 但是你一直唱歌打断我们，是真的吵。然后那个唱歌偶尔几次还有梗，每次都唱是真的吵，吵死了。只有唱过，吵死了！你知道我每次剪片啊，你的那边就只有那边一直狂唱，那边有够吵，很爽哎、欸。那个观众没有他跟你的心情一样，就 OK。想要自己赌气一下也不行。到了吗？这个我们到了吗？到了吧？很粉红哦，是这里、哦、就那个打鸟鸟的地图，小光上次没玩到，就每次都死掉。我打很多鸟了。对啊，就这个地图专职打鸟。那我就在这边等鸟来。看你吧。你可以先收一波了，它比较慢。OK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哦，对吧？对，都今天都没有遇到假人，野生假人。等一下就出现了，好烂、啊！没了，这边又侧门啊，这边是不是也有第一，这很贱，你知道吗？没良心、啊！想靠这样就投一个机，投怎样？没有啦，没有干嘛推我啦？没有、啊。我现在不爽，你不要推我哦！狗屁事！你要推我，你要碰我肩膀，我会生气哦！狗屁事哦！妈，你看，妈，白痴！快一点！你们不打鸟了？没有，我们没有不打鸟，我要让别人不打鸟。这样没东西的耶？怎么那么穷？他生了吗？可以直接跳到待着。他这有侧门吗 ？Skin， 16个。对也有第一，你这很贱，你知道吗？没良心、啊！想靠这样就投一个机，投怎样？没有啦，没有干嘛推我啦？没有、啊，我现在不爽，你不要推我、哦，狗屁事！你要推我，你要碰我肩膀，我会生气哦，狗屁事哦！妈，你看，妈，白痴，快一点，你们不打鸟了？没有，我们没有不打鸟，我要让别人不打鸟。
因为那模组下载声音变超大声吵。我、哦、看他们，我想把那光武怎样了、啊？光武啊啊！现光武啊！光武光武怎样？那机枪卡，那么关机枪卡，那因为那模组下载声音变超大声吵。我、哦、看他们，我想把那光武怎样了、啊？光武。光武是怎样？光武怎样？光武你干嘛啦？一直啊！哪里啦？哪里？我、哦、看到哦，华南呐、啊，华南。哎、欸，怎么有死人？哎、欸，有没有可以给他去抓一下？我去打他。他好吵、哦。你去给他抓，光武，你去给他抓。哎、欸，用。打他，打他，打他。没死哎、欸。哦。有尸体吗？没尸体。欸、哇。有那个，哦、有啦，有尸体，可是这个好重哦、喔，真假的？那边有炮台，有炮台，左边，哎，小心，进来，小心进来。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我想，那你冲进去啊？他没检测到我，是就为了这个。那个楼梯下面也有化学炮，机器人，哦，有机器人，机器人启动。哦线，哦你我拔了我拔的，对直走直走直走，好走走走。对啊花男他，光武你要不要拿？他给你这个，死掉之后会变成一团黑黑的东西。我、哦、看这什么？不是巨型巨人哎、欸，完了。没有我没救了，你没救了？为什么？我遇到 Simon 了。OK 好，那我等你死好了。更巨大的巨人，超大型巨人，我凯他超，怎么走啊？船潜，我靠！可是我们是跳过来的、欸，他们这三个人有办法成功？对啊，一定要跳，一定要所以要用跳才能回去。你们家烤窑？哎、欸，这个还是我拿，你可以绕一圈吗？可以绕过去吗？也、欸、不行，绕不过去。不行，一定得用跳。不行，绕不过去，这个一定得跳。我先试看看，我跳不跳过去。OK， 我跳过来了。你先回体力那哦，可以可以，好，那没事。那你能吗？我感觉你有点难。为什么喵在笑？有点难，我这个你很重，麻烦你给我。可以，我遇到 Simon 了，等一下啊。我来。然后不行，光武姐。太重了，太重了。It's the doghouse for you. 哎、欸，我听到，我在帮你解放治疗。啊！他死太快了，嗨，秒死。那只剩 Raider Stone。哇塞！等一下，他穿过来了，他穿到船里耶，这样不会死吧？他刚就在我的后面了，太恶了吧 ！Oh my god！ 我只是想打鸟妞，他有踩死鸟妞吗？杰瑞，杰瑞，只剩你一个哦、喔欸，只剩我跟你哦、喔。真华，好，给你还要打鸟吗？可是没有看到鸟啊，而且他应该也要把他杀死了吧？他踩成这样的话，应该是，如果他只是会杀的话，看有鸟尸体吗？把他们铲一铲吧。都在这里啊。哦，都他刚整个穿到船里面哎、欸。我看到了，我刚回来就看到了。没有哎、欸，他的地图只有他一个大红点，没其他东西。那应该是没有。那我可以从这里看到他吗？不行，飞走。啊啊啊！咔是老师啊。这个声音，哦对，老师，我，因为我刚刚光武撞老师。我觉得光武死于老师。对，小光是拿着那个。啊，对哈、哦，我忘记拍他了，算了，才十块钱。太重了吧？小光拿着光花男尸体太重，难得拿到花男尸体。啊，尸体哦，好酷哦！啊、可是花男死掉不是会变成灰吗？对，他变成一坨灰，一坨灰啊！好啊，像他那个什么，他的照片能不能用贩卖机换？为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是物品，应该可以。这些东西给你一个大罐，你就这样把东西丢在这，送你的，不客气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刚刚没有要经过这？小丑喇叭，
星星，不是吧？报告报告，有没有人在？报告。好的。外面出事了，外面出事了。外面怎么了？外面有两只猩猩啊，回不去啊！我回不去啊！我要去看。我们要需要一个人把持了，一个在下，一个在上。所以左边那只跑到左边，我看到了。杰瑞，你拿得了这个吗？这我刚丢，因为我怕太重。刚飞船附近有一只，我来的，可以回去。那什么声音？什么喵的声音？那个声音好像小孩声音哦，好恐怖哦。OK， 可是我也听，我也听到，应该不是。对，是什么怪啊？刚刚在这一边的声音啊？哎，凯吉是可以死了，是不是？传他。哦。被消化了，他应该被巨人吃掉之类的。可是猩猩不会吃人，就表示这里有。你看它在下面哎、欸，可以观察猩猩哎、欸，还是他被猩猩丢到那个外太空去？哦，有可能。因为这个地图确实会死人，他可能丢你丢到外太空，可能这样才撑不回来。为什么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丢我，不要丢我，这里不要丢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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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麻烦了。哦，啊，哈小了。我来的，可以回去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！有两只，好大只，好。哇、哦，他去抓谁了？他抓、哦、抓光武，他抓光武，看光武飞高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怎么会刚好丢到我不想去的地方？哎、欸，我跟你知道，他也是把我丢到我不想去的地方。所以凯他在找，他在找 Q 妹了。小光，你怎么落洞了？那边有个洞啊！啊，你是掉下去哦？我都有看到。我在哪里？好。他在找，他在找 Q 妹了。小光，你怎么落洞了？那边有个洞啊 ！Shit！ 哎呦，光虎被丢出去了，被丢出去了，光虎被丢出去，所以凯吉应该他在找，他在找 Q 妹了。光 Q 妹也被丢出去了。他们都被丢出去，连尸体都没有哎、欸，好惨哦、喔。对。那所以连物品都被掉光了。对，应该是。好吧。走吧。这张地图怎么变这么难啊？好难哦、喔。不是，我出现猴子，那怎么就被丢完了？好好笑、喔。看到光虎被捡起来，瞬间不见。Closing the ship's shutters.不是、欸、我想要打鸟哎、欸，怎么全部变成巨人了？他、啊、如果死亡血飞高高，我会笑死。我已经闪了无数个洞，没想到脚下的那个没闪掉。突然巨人，你还想过掉下去吗？突然就被巨人拿去丢掉，超好笑，而且是连尸体都不给你丢下来，很死人。哦、我不想这次会生什么、欸？哎，会生巨人还是生鸟？他每次都生不一样的啊！对啊，好怪哦、喔。哦，改了巨人，就会变成生巨人。哎、欸，小鸭鸭哎，好可爱，72块！哇，黄金鸭，这只鸭也太贵了，好可爱的小鸭鸭啊！哎、欸，要不要抢下？为什么是互通的啦？大白痴。没了，那就是只有那里了。又是跳的。哎、嗯，我怎么看到光虎从那边跑过去？哎呀，这有雾。哎、欸，我听到了，蜘蛛。我没听到、欸。哦，那很像。
你的踩的声音很像蜘蛛，你小心哦，不要踩到，要关一关踩到哦。地雷在身边，他听得到声音啊。还很雾哎，怎么办？还很雾，我吹一下。开一下，开一下。无法转动开关，不是这里的，楼上的。很污哎。我要报仇雪恨，我要再制造一只蜘蛛，再把它打死。有了吗？哎，他枪炮，超大巨人出现了。那个比较好躲哎、欸，其实。怎么那么多超巨、啊？又是大的，又是大的。我很怕一旦掉，我跟你讲鸡巴呀！不是，这什么游戏啊？不公平，不能这样子哦！Are you okay？ 我刚刚飞到他的脚下，我以为我死掉了。我想说，奇怪，没有看到他，就是他脚真的太大。没有啊，回去就是了。啊，我手上那什么太不灵了吧？猫咪，我看到猫咪了。猫咪在那个上面呢。它叫什么？我先。小光。就小光啊。我这给你，我这个给你70，这边给你，我去捡。好了，我捡到了。那里没路了。哎呦，要去我，那人家得炸斗。你看那个光谷好亮啊！算了，不要了，送你。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只是想测试一下炸弹的声音是多大声。靠！哈光谷弹哇！你要小心前面是炮台啊！你以后可以先讲炮台，不要再讲你前面的关键词了。你已经超恐怖，你看到、啊、这也不行了、啊，前面就炮台了。好，那我们绕回去吧。你现在都要讲完整句子、欸，我要把你训练成以后看到炮台两个字。不行，你现在光谷好闪，我没办法直视光谷。光谷可以换手吗？换手，因为你的金杯真的太闪了，很刺眼。没路，那里有什么？这时候是最佳时机耶！我好想要，我真的好想让喵哈直接飞过去哦，算了。你知道？你身上你知道？你知道版主可以把你插掉啊？花篮啊！因为刚刚有花篮啊，那个对啊，那个他有铲子是还好啊。对啊，我刚打掉了，我觉得想要再拿一次花篮。可以啊，走这里。是因为刚好看到你们身上有东西，不然你们身上没东西，我肯定就推过去了。光武身上是金杯哦，而且金杯吗？哦，喵啊，你的衣服也超反光的好吗？我这个我就换不了了，我没办法现场脱光。我眼睛要瞎了，你就用光谷的光应该够吧？啊，前面有地雷哦，正前方。哇，好强哦！你到底为什么？外面，好想推哦。你，我可以打超巨吗？是中立，我们只是不要被他脚踩死哦。请问超巨打得死吗？应该打不死吧。那个巨人把猴子巨人给吃掉了。啊！我想看。是哦、可是很快，他那个猴子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把它吃掉了。我只带一只铲子，我去跟他拼了。他那么大，你要去？我是爱莲。可是他死不了。那你要拿两本圣杯吗？他认真，他真的死不了哎、欸。啊！你要拿两把、欸，搬不动吗？还是你去给他踩踩看？那你先把手电筒还回来。我还手电筒了，我还手电筒了。那我知道，那你要背着喷射背包拿两把铲子。700块，700。哪里？那不行，你算的。好贵哦。你算好了。可是我想看呢、欸，你去，我抓点距离就好。你就知道那个调查兵团花费多凶了。
打脚趾头会有感觉吗？是踩到乐高还比较痛。他打得到他吗？他打他，他尝试，他尝试。你要小心哦，还是可能还会生其他些巨人哦。没有肉身。那你也没受伤，好吧？我有受伤，我被踩了两下。我被他热浪喷到了。所以他某方面来说算是友好怪物哎、欸。他是友好怪物，他不小心碰到我们而已。我听到什么东西？升了升了，要进来升了。我看到什么？有真心的怪了，真心的怪了，我看到了。底下底下猴，是猴子，它会吃它、啊。猴子打的死，两只进来。哇，进！猴子打的死吧？不确定。一般都打的死了，应该猴子打的死吧？它动作变快了，是不是？它是蹲下了，蹲下了。哎、欸，快看，我看。哎呦、欸！我要出去群魔乱舞。我要出去看呐、啊。出去群魔乱舞。一群吃光了。等，他们是在逃跑是不是？对啊，好酷的生态哦、喔。小光一个人去。我来啊，臭猴！我操！完了！我有。食物链，小光是最底层的。我最底层，那我要杀他。最底层才最强的。猴子嘞？过来啊！猴子一直在跑、欸。你这臭猴！我会不会这时候突然被老师攻击啊？哎、欸，有可能、哦。然后结果抽到要跑步，直接吃哭烂。猴子上来了，哎、欸，他们一直在回，他们两个就在逃跑，他们在逃跑，逃跑、啊。我们现在在 Discovery 是不是啦？错，哎，错、啊。这时候最重要就是要来一张相片了。他抓不到啊，他抓不到。对啊，我们有相机吗？可以拍啊。哎、欸，快点拍。要找到有相机。床底下那一个那一三只猴子哦。欸欸、我打他有肉身欸，他会叫欸。你说猴子吗？那你要打几次、啊欸？猴子他会猴子应该是杀了。失败。干，我就要杀死一只猴子。那你会不会杀死以后被？今天吃猴餐会不会被巨人吞掉啊？精神攻击。今天吃猴餐，我看他要。我确认一下，我们家后面是安全的。啊，他不会打我们画面的。你看他在跑。哎、欸，我打好多下了，成功了，关火。你知道那张是什么吗？小女孩吗？180块。小女孩，我要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看得到。你拿，你要拿，你拿。哎、欸欸，他们会痛，他们痛。好，我们等你。哎、欸，好酷哦！我要看小女孩酷哎、欸。来，贴给你。小女孩多少钱？黄色那张，黄框那张，上面那张。对啊，来按你按 Z。拿起来，我要被拉死了。没有啊，你拉死就算。哎、欸、呀，好恶心哦！你就不要动啊，你再看一个方向，你就看着电脑萤幕啦。你就不要，你要看电脑萤幕，不要动嘛，这就是白目嘛。回来就好了、啊。追杀，他是被追杀了。哦，有可能欸。你被追了吗，光火？哎、欸，猴子要打多少下？越刷越多。可以啊，那跑得一步啊。你原地绕圈圈，你原地绕圈圈。没关系，光火，你先把东西放回来，你可以安心的下去了。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，一般的巨人要打几下？我已经打了好多下了。不知道，你要问观众，这可能要问观众。而且你不你打是同一只吧？你要确定欸。对啊，不确定是同一只，但是每一只都平均有吃到我的伤害。应该至少我在猜你就旋转木马，好像20几下，对不对？小女孩不见了。他一直叫欸，好可怜哦。你小心一点啊，他可能不会爬梯子啊。对啊，小女孩不要，会，他会，他追到天涯海角。好恶哦。观众说20下普通的，20下普通的20下，那星星是几下？那可能我在猜星星应该也是20啊，这个大小应该也是20。哇塞，那你还不知道你打到哪一只星星欸？小光现在快几下？现在快9点哦，你必须在3小时内解决它哦。好，如果不行就走啊。啊！光火他还在追吗？哎、欸，我重大伤害了！完了！我重大伤害了！你被踩到了吧？要不要换人去？我不要。无伤的啦，他们不会打你，他们被一直被追。啊，我们应该去那个机器人地图捡怪物。那张地图要多少钱？哦、好像是哎、欸，机器人地图。看，对，那张机器人看会不会哦？我在问会不会电？啊，他没有掉娃娃哎、欸，他没有掉娃娃。什么东西？有一个死掉的声音、欸。为什么？光火吗？哦，光火被小女孩追了。哎、欸，他。那个枯木巨人在叫的时候，我们会受伤。哦，我要先去拿小光的身体。啊！等一下，等光我被小女孩打掉了。等我一下，我很快。小光是不是哈？你要拿小光？为什么不要叫啦？好痛啊！你为什么要拿小光？哎、欸，传他。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
对，来解他死了。怎么又剩我们两个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出去捡小光啊？为什么不用铲了不就好了？对啊，他只有一个铲子而已啊。好吧，他们或许想要一起聊天而已了。好吧。哎、欸，我刚查一下机器人的地图要1500块，我们这里不够吗？你刚刚的叫声是跟着你的头爆掉一起啊？啊就好笑，妈的！我本来想说就在进，然后把你拿进捡个铲子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刚刚打死他、欸，哎，但是他就消失了、欸，不会掉，应该是模组怪的关系啊，他没有做那个。如果这条条就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如果他可以个别怪物条的话，那就。